本地每十个人当中有六个人认为目前的影片和艺术表演内容的管制恰当，这是民情联系组对于1500人所做的调查的结果。但是有一些艺术界的人士认为这可能还不够全面，因为将近一半接受调查的人几个月才观赏一次艺术表演或影片。